位于将军澳的英明苑是房委会发展的居屋，屋苑本身的设施只有园景区和停车场，但隔离就是宝林村，所以英明苑的居民到宝林商场和街市购物十分便利，亦可以使用村内的设施，如邮政局、体育馆和游乐场等。由五座物业组成的英明苑依山而建，向北的单位向翠绿山景，部分向东的单位可享学校和游鱼湾村景致，开扬恬静。单位间隔分为两房或者三房，个别三房单位额外配有细储物室。英明苑和港铁宝林站或者新都城商场约有12分钟步距，其他公共交通选择亦都不少。在屋苑隔离就可以乘搭巴士或者小巴，直达中华、湾仔、九龙东、旺角、美孚、沙田和机场等地，交通都算方便。